Bonjour, Bonjour Alicia. Comment vas-tu? Comment? Ça va. Ça va bien. Et toi? Et toi? Et toi? Okay. Je vais très bien, merci. Alors, nous allons commencer notre cours d'aujourd'hui. Aujourd'hui. Alors, aujourd'hui, c'est la leçon 27. Ok. Très bien. Alors, le nom de cette leçon, c'est vivement les vacances. 从今天开始呢，我们的教学方法要有一些变化啊，因为之前呢，最开始的时候我就跟你讲了很多法语，然后就想让你适应一下法语的这种感觉。然后这个中间部分的课程呢，是英法是这个法语和汉语混杂，然后呢，主要是给你看一些图片什么的，对法语有一个更深入的理解。但现在呢，随着我们就是你的水平越来越高嘛，我们现在进入了这本啊《你好法语》这本书。啊 ，The Google Taxi 你好法语这本书的后面几个单元的阶段，那最后两个单元，包括今天这节课，我希望的是呢，就是我们能够更多的这个聚焦在这本书的内容，而且呢，把书上的内容能够掌握了，再适当的加入一些拼写，还有法语有一个词叫 dictée 啊 ，dictée 就是听写，所以我也是希望能够在上课的过程中呢。比如说学了一个新词，然后我读出来，你在黑板上进行一个拼写，啊，这样可能会对你的书写以及阅读，啊，都会是一个帮助。OK， 好，那我们现在呢就开始今天的第一部分，我管它叫 introduction， 啊 ，introduction， 啊，可不可以先拼一下 introduction 这个词？好，谢谢的事儿啊 ，introduction。Bon, très bien, parfait. Introduction, 就是这样的。Introduction, 就像英语一样 ，introduction, introduction。在 introduction 这个单元里呢，我们先来讲一讲今天课文 ，OK？OK。Okay? Okay. 带着你先过一遍，有一些语法点呢，有一些什么你不知道的，你可以提出来，然后之后我们再进行重点讲解。Parfait。好的，那现在呢也读了一遍了，大体上能不能做个翻译啊？基本上能够明白一些吧。对，基本上明白。我们一句句来吗？可以。Alors， 这样我读一遍法文啊， okay. 你听着试着翻译一下。好的。Alors dites-moi les filles, vous allez où pendant les vacances？ 好的。Alors， 好的。Dites-moi 这个。Dites-moi 不太明白哈。对。我写一下你不太明白的点。Dites-moi。Dites-moi les filles. Les filles, 知道这是女士们。女孩们。女孩们。就相当于英语的 girls. Yeah. Girls. Vous allez où pendant les vacances? 这应该能明白啊。就是您是要去où pendant les vacances? 您是要去度假吧？您去度假去哪儿啊？在这个où。où是哪儿？疑问词哪儿？Moi, je pars à Arcachon dans ma famille.我们我们是要去这个阿卡松是法国的一个地方在什么地方当妈 family 就我家那块是我家对我家 family family 就在我家那儿的某个地方我要去阿卡松阿卡松就是阿卡雄法国的一个地方当妈 family 在我家那块是我家阿蹦的意思就是是吗阿蹦阿蹦Ta famille habite là-bas? Ta famille habite là-bas? 就是说大不知道是什么。Ta famille 就是家的意思。Ta famille, mon ton son ma ta famille c'est ya? 物主形容词。你的家里。Voilà, 你家。你家是在là-bas。Là-bas 是那块儿啊 ,là-bas。Là-bas。就是那儿。注意 là-bas 的反义是 ici。哦。你住在那边啊，来吧 ，ici。OK， 那边。注意啊，这个 da famille 这个应该会的，这是我们已经学过的物主形容词。你的 voilà, 你家。Mon don son, ma da sa, mes de se, notre, votre, leur, 这是物主形容词。OK， 这个要记住。为什么要用 da 呢？因为这个 famille 是一个阴性的形容词，所以是 da famille 你的这个你的要配合这个 famille 这个阴性名词Oui, enfin。是的 ，enfin 不知道。enfin 其实在这里面是最后的意思。enfin， enfin， enfin 怎么怎么样，就是最后怎么怎么样。但是它在口语里，注意这个 enfin 的意思就是，
其实就是一个有点口头禅的意思，就是 enfin 啊，就是啊那个什么啊，就是明白吗？就是这个意思。OK 啊 ，enfin， oui enfin mon frère et sa femme， 他最后说的是什么意思啊？这个人问说 ta famille habite là-bas 啊，你家在那边吗？他说 oui enfin 啊，不是，其实是我哥哥和他的老婆，明白吗？其实他这个 enfin 有点转折的意思，就是说，哎，对呀，其实就相当于这个。我就是省略了，就那么一说呀，这个就这个意思 enfin、okay. 能体会吗？嗯、bon enfin 那其实呢就是我哥哥和他老婆住在那儿啊，这并不是真的我家，但是呢也可以算是我家，就是表达这么一个意思 enfin。 OK 好，看了他这个课文，他翻译的是什么啊？其实是，他翻译的是其实是啊，其实我们可以这么翻译，但是 enfin 就是很口语的东西。嗯，比如你问我一个东西，你想刨根问底儿，然后呢我又有点懒得解释，又觉得啊，我就笼统的这样一带过，其实就可以了。就说啊 ，enfin， enfin， 啊，就是这样。OK， 嗯，好的。Ta famille habite là-bas? Oui, enfin, mon frère et ma femme。啊，然后说 avec leurs deux enfants。啊，这个 leur 别带错了，是刚刚讲过的物主形容词。Avec leurs deux enfants。和他们的两个孩子。enfin。嗯。啊，这个读音相似，其实是孩子意思。嗯 ，deux enfants。啊。嗯。两个孩子，孩子，奥方孩子。嗯、啊 ，mais j'adore les vacances avec eux。啊 ，mais 就是是 ，mais 之前咱们学的是 mais but， 转折了，意思完了，转折了。嗯，我酷爱这个在去度假是吗 ？No， les vacances avec eux 是什么意思 ？Avec 是一个介词，对，和eux 是一个重读，注意 eux 是一个重读啊，人称代词。我。多驴，我非常我酷爱和他们一起度在度假。我啦，但是不会，一般我们不会这么翻译的，说我很喜欢跟他们一起度假。J'adore， 就我很喜欢。嗯 ，J'adore les vacances avec eux. On va à la plage. 啊，这个能明白吧 ？On va à la plage. 嗯嗯。啊，什么意思？就是我们会去海滩。对，去海滩。On se baigne，这个你没学，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动词啊？代词是动词，太棒了！On se baigne，啊 ，on se baigne，啊 ，on se baigne没学，这个是，就是泡在水里 ，on se baigne，啊 ，on se baigne。嗯，这你可以当游泳，可以当游泳讲，其实就是 on se baigne。比如，你就是那这是游泳嘛，那是真的在游 ，on se baigne 就是慢慢的就是泡着啊，游泳 ，on se baigne。On s'amuse。On s'amuse， 啊，这个也没学。这也是一个代词式动词 ，s'amuser。On s'amuse， on se baigne， on s'amuse， on mange des glaces。glace 是冰激凌的意思。啊、嗯、，on mange des glaces， 对吧 ？On se repose， 这个以前我们提过啊，但是也没有特别。会不会我去休息吧？不啦 ，se reposer， 啊，这也是一个代词式动词、嗯、，se reposer。enfin 又来了，意思就是为了，嗯、其实就是为了总结一下，总结啊、嗯，或者说是。简单的说 ，brave 简言之什么的 ，brave 就是简言之、okay. 啊 ，brave 是简言之的意思 ，brave 简言之啊 ，brave bon enfin brave les vacances quoi 啊 ，les vacances les vacances 是度假吧？对，挂啊，注意挂这个词，其实挺有用的，你就用了它一下，发觉就显得地道起来。挂就是。就那样吧，其实，啊，你知道吗？是 parle français quoi？ 就我会说法语啊，我啊，就这意思。其实它就是一个语气助词，挂就是，其实一个万能句，你放在哪儿都行。跟 alors 一样吗？跟 alors 不太一样 ，alors 一般是引起一段注意，或者说是 alors 怎么样啊？挂永远放在最后啊，永远放在最后。好 ，alors 前面后边都可以放，但挂就永远放最后。比如我说那个吴娜，你听不听我说话呀？把句没 good 吧，句没 good 挂，嗯 ，OK， 句没 good 挂啊，你听我说话，这个挂就是强调语句重词，或者说，或者说我说这真简单，把些 facile 挂啊，这真简单啊，就是好多人都愿意用，但是这个反正不是很规范，就我们初学者还是不要乱用啊，就是，但是因为我们这本书它就是。以地道著称，所以他就会在课文里面出现这种啊这种语气助词啊，要慢慢体会，这是根据语感来的。好，
Eh bien, amuse-toi bien. Amuse-toi bien. 啊，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重点。今天我要讲的语法，但它其实就是从 s'amuser 这个词过来的。嗯。啊，它其实是一个代词是动词的命令式。嗯。并且进行了倒装吗？并且啊，不是并且进行着，这就是它代词是动词的命令式的写法。Okay. 啊 ，amuse-toi，toi 是你吧？嗯。amuse-toi 就是你好好玩吧，就那意思。Eh bien, amuse-toi bien。啊，好好玩 ，bien 是好好的意思。Mais moi 啊，但是我呢 ，la plage je ne peux pas。这海滩我可不行。Je déteste ça。我讨厌这。Il fait trop chaud 啊，这个我也没学。Trop 学过。Chaud 没学啊。对。Il fait。Il fait。啊，注意 ，il fait。Il fait 怎么怎么样啊 ？Il fait 加上一个形容词。表示的是天气怎么样？比如说，我说 il fait beau， 就是大太阳天儿，好。il fait beau， il fait froid， 啊，真冷。注意这个 froid， 咱们学了吧 ？j'ai froid， 我冷。我冷。啊 ，il fait froid 就是冷 ，il fait chaud 就是热。OK， il fait beau， il fait froid， il fait chaud。OK， 啊，你就先记住这三个就行。il fait 什么什么是指天气怎么样 ？il fait。Il fait trop chaud 呢，就是太热了。注意这个副词要放在形容词前面啊。Il fait trop chaud, il fait trop froid. OK. 啊。Et je m'ennuie. Et je m'ennuie. Voilà. 这又是一个代词是动词。A 表示是最后。A 的话是其实它是一个连词，对，而且的意思。当你说了一堆。名词并列在一起的时候，什么什么什么 a 什么啊，它是指最后。但是这个在提起一句话之前的 a 就是指，其实是连词，就是 and。voilà， 代表。好，这个，请帮我写一下 s'ennuyer 啊 ，s'ennuyer， s'ennuyer 就是这个，是 m'ennuie 的原型，是 m'ennuie 原型 s'ennuyer s， 啊，一撇，一撇 ，e n 啊 ，n 啊 ，u y。Y-E-R 代表 s'ennuyer 就是烦，就是这事儿让我烦啊 s'ennuyer 它也是一个代词是动词，它也是一个代词是动词，感到烦恼，感到厌倦啊，就是烦，这事儿让我烦啊 ça m'ennuie 啊，我说 je m'ennuie 啊，这事儿让我烦 OK 啊。s'ennuie 这是一个代词是动词，意思是感到烦 ，je m'ennuie 啊，我烦。OK， 啊 bon， 啊 bon 是吗？啊，特别。Tu vas faire quoi alors？ Tu vas faire quoi alors？ 你 tu vas 这个是 va 是这个 va 类动词 ，va 它 va 类的这个 va， 这个 va faire 是一个最近将来时是吧？你要去干什么呀？嗯哼。Cette année， 啊，今年 ，avec Max 和 Max 在一起。Nous allons faire du camping dans le Grand Dalle. 我们去野营了，在这个冈大勒。Voilà, Grand Dalle 啊，是康塔尔，法国中南部大区省份这个书上写，它就是一个地方了啊。À la campagne. 嗯，在这个乡村。太棒。Tu sais? 你能？啊 ，say 是 savoir 的意思，对 ，say 是 savoir 啊，它是表示能力。但是其实呢，在这里面呢，你可以是就是可以，它还有 savoir 还有另外一个字就是你知道吗？啊，你知道吗？ Okay, 就是跟英语一样 ，you know？ 嗯，啊 ，do you say？OK，、okay, do you say？ 你知道吗？我们完了这个 ，am， o am 喜欢，嗯 ，beaucoup 非常非常喜欢 ，le 完了。Galme 这个词没学。Galme 是一个阳性的名词。Galme 发现特别像英语吗 ？Come， 我俩特别像 come， 我们喜欢安静。Le Galme， 南大剧不学了吧？第四课我们就学了。对，自然特别。A 阳性，我俩A le Galming， 干嘛？Camping， 注意这个就是从英文来的，所以它发音的时候不要想法文的发音规则，它就是 camping。On adore ça， on adore ça， 我们喜爱它，我非常喜欢这个，我们非常喜欢。voilà， 我们非常喜欢这个。oui oui， 对，是的，是的。Et toi alors？ 你呢？
Virginie, ah, Virginie, 是个人名。嗯。啊，tu fais quoi? Tu fais quoi? 你做什么呀？嗯嗯。Moi, 我呢 ，je vais toujours à l'étranger. 啊，太棒了。À l'étranger. 啊，我总是去，是吧？对。哪儿呢 ？L'étranger， 这个词没学过，国外。OK。À l'étranger 是国外的意思。嗯。我经常去国外。嗯 ，cette année je pars deux semaines en Sicile。今年，我呢去了这个两周。嗯，这个在这个西西里这个地方。西西里能猜一下吗？西西里岛。啊、哦嗯，注意在什么什么岛的时候，这个介词用 on， 就跟那个 ocean 一样。啊、嗯、，on Sicile。Okay. Dans un hôtel avec piscine. Voilà, piscine. 咱们学过游泳池的意思啊，一个带游泳池的这个旅馆。Très bien. J'y suis allé deux fois. J'y suis allé deux fois. 嗯，两个 fois 是 fois 是次数啊，次数。Deux fois, une fois, trois fois. OK. OK. Allé. Je suis.这个是复合过去式吗？太棒了 ，at 引导的复合过去式 ，at 做助动词复合过去式。Je suis allé， 我去过了。我去过了。J'y suis allé， 我去过那儿了。对。Deux fois， 两次。一呢是指代那个 en Sicile。Voilà， 太棒 ，J'y suis allé deux fois。啊，注意这个一为什么在这儿出现了？因为前文已经有了 en Sicile， 所以这块可以用了。J'y suis allé deux fois。嗯哼。Okay. Okay. C'est vraiment beau. C'est vraiment beau. 都是很好的意思。啊，很好，很好，很美啊。C'est 就这是 vraiment 不知道什么意思。vraiment 没学是吧？这是真的啊，真的很好。比如说，胡娜 ，tu parles vraiment très bien français. 啊，你法语说的真好 ，vraiment. Merci. Okay. vraiment 就是真的啊。真的、啊、真好副词 vraiment 啊是个副词 vraiment OK，vrai 是一个形容词 vraiment 就变成了一个副词啊这个到时候还不是我们这个阶段要讲的这个形容词跟副词之间是怎么变化你先记住 vraiment 就是真好啊 vraiment OK 嗯 vraiment beau et je me suis bien aimé 这是代词是动词的复合过去式 bon très bien et ensuite je me suis bienAmusé, 啊 ，je me suis bien amusé.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我们没学，这个也是我们今天的一个重点，啊，你发现它是应该是一个 at 引导的一个 at 做助动词的一个复合过去式，对吧 ？S'amuser 呢又是一个代词是动词，所以它是代词是动词的复合过去式。今天我会讲代词是动词的复合过去式 ，OK， 是什么样的一个语法现象 ？OK， boom。是的，bon 就是好的好的，就那意思 ，bon 就是有点讲完了以后 ，bon 你一听法国人说 bon， 基本上这个对话就要结束了 ，bon 好的 ，et bien les filles， 挺好的 ，et bien 啊，他是 bon et bien les filles 啊，行了，成了姑娘们，就是这个意思啊，其实他就想结束这个对话了 ，bon et bien les filles， calmez-vous maintenant， 啊 ，calmez-vous 又来了，又特别像一个 amusez-vous 吧 ，calmez-vous amusez-vous， 像那个安静下来。安静下来，它是一个命令式，但它是一个， oh. 代词是动词的命令式。哦、oh. ，OK， 一会儿我们都会讲这个是怎么。现在要冷静下来。啊，现在冷静下来，啊，哎 ，arrêtez de rêver， arrêtez de faire quelque chose。arrêtez， 这个好像没学吧？啊 ，arrêtez 是停止，它是第几组动词啊？第一组吧。还不要。arrêtez。De faire quelque chose. 太棒 ！Arrêtez de faire quelque chose. Okay. 啊，停止做某事。停止 ，rêver，rêver 就是。rêver，rêver 又是一个新的动词，是第一组规则动词。rêver，啊。做梦吗？别做梦了，梦啊、就现在停止做梦。Parce que， 因为 ，la pause café， la pause café， la pause café， pause 是停吧，暂停。我俩跟英语是一样的 pause， 但是 pause 在这里面注意，它不是暂停的意思，它是我们翻译 pause 休息一会儿 ，OK，pause 休息一会儿 ，pause café 呢就是
喝杯有点茶歇的那个意思。Okay. 我们中文会说茶歇，他们就是咖啡歇。OK， dos café 啊 ，c'est fini，c'est fini，fini 就是完了，就结束了 ，c'est fini 啊，已经结束了。Allez，allez。啊，注意 allez 要讲一下 ，allez 在这里面的意思，你听没听过法国有人唱歌什么 alle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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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allez 啊，加油的意思。allez 呢，其实有加油的意思，也有说行了，走吧，走了 ，allez 走。嗯，我好吧，也啊，我们走吧，啊，我们去吧。OK， allez， 你看这是很，这个之后你会学有好多好多用法，在这我们就不深讲了。这里呢 ，allez 就是说走吧，我好吧，也。OK，OK， 嗯，我来啦。嗯，好的，好的。欧拉拉就是，哎呀，就是一个感叹，哎呀，欧拉拉。我之前我们有一课的小动画啊，那个小动画里面学了，说有一个人他要应该是第六课啊，他要找他的那个火车票，然后说火车票在哪儿？我这火车票在哪儿啊？然后说那个人找不着，然后啊，另外一个人他就很不耐烦，他说欧拉拉，这怎么这怎么你都找不着？就这意思啊，表示一种着急，就着急欧拉拉，欧拉拉。Okay. 我说是感叹，我来了。OK， 说 Vivement les vacances， Vivement 呢就是说赶紧来吧，假期。我来了 ，Vivement les vacances， 就是假期你赶紧来吧，就是这意思。嗯啊，而注意，因为我们这个就是这个教材是法国人写的，这里面所有的对话都是很法式的，它有很多很多的语气词，但是这些东西作为初学者肯定是很难掌握的，比如什么挂呀 ，Bref 呀 ，Oh la la 呀 ，I love 呀。这些东西，所以是多听多看，啊，慢慢的就能够记住。现在你可以先想中文，啊，试着用一下，但是用错了也不要紧，啊，就这是一个语感，慢慢培养上来就好了，啊 ，OK， 嗯 ，Bon， 太棒，好，那我们的 introduction 就到这儿， okay. 下面呢我会讲一讲啊，之前刚刚提到一些重点，比如说啊，今天我们发现了吗？有好多的这种代词动词， okay. 我之前呢有讲过代词动词的四种意义。啊，讲过代词动词的这个前面这个啊是什么形式啊 ？nous de ce 是吧 ？nous vous 还有 ce 啊，一共是六种形式。那今天呢，我要想讲一讲它的命令式以及复合过去式啊，都是怎么用的 ？OK， 好，那这个就将是我们下面一个主题。Bon merci，merci。